飞碟说，知识从未如此性感。飞碟一分钟，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男朋友睡了凉席后，不是嫌他硬，就是嫌他粘皮肤。哼，愚蠢的人类，选个凉席都得我来教你。如果很怕热的话，就买竹席吧，用头层毛竹做成了竹席，韧性特别好，睡上去感觉很凉爽，简直不要太舒服哦。不过要记住，竹席是不能不晒的，不然很容易变脆。要想让竹席一直都干干净净的话，每天睡前用温开水擦一遍就好了。要是觉得竹席太硬，还可以选亚麻席哦，因为亚麻席可以吸汗吸热，躺上去不会觉得太凉，最主要的是它很柔软。选亚麻席的时候要注意，质量好的亚麻席一般偏乳白色，纹路清晰，用手捏一下后放开，褶皱也比较少。夏天想睡得清爽还不粘席子，就试试竹纤维凉席吧，因为竹纤维凉席不仅抗菌效果特别好，吸湿和散热性能也很快，所以就算你睡觉出了一身汗，也不会有席子粘在皮肤上的感觉。不管是哪种凉席，用的时候都要记得盖上小被子，空调温度也不要调太低哦。欢迎订阅飞碟说官方频道，并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睡得凉快才能睡得香。